是一段轻盈婀娜的女子古典舞，在月光的衬托下，时而轻转慢翻，时而翘首回盼，充分体现出古典舞含蓄、妩媚、流畅、圆润的独特美感。斜探孩舞姿要注意头和脚尖要延伸着向后圈起来，要有留下身走上身的动势。这个后腿舞姿，右手向远伸出，主力腿弯曲，动力腿尽量向正上方伸出，身体探出。大射焰的变形舞姿，身体方向有很大的变化，要求向前斜下方探出，手臂撑住劲儿，舞姿要舒展。请再看一遍。